家好，我是吴英嘎。今天天气不错，牛羊也都很悠闲。我爸妈他们在干活，一起去看一下吧。这几天刮的白毛风，积了点雪。他们在装牛粪。这是冻的，已经冻了的牛粪，先堆好再装。好的，现在装满了，要去卸。要卸了，要卸在这么一个牛羊不常来的地方。等到明年春天，等到这个牛粪它化了干好了再收。已经卸好了，牛粪呢，就是用来烧炉子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